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美美。我们之前有为各位介绍很多种用白色水管来做漂亮的花架哈。那今天我又再做一组哈，然后更漂亮的哈，长得有点像树木哈。各位看，漂不漂亮？也是一样用白色水管做的啦哈，然后配一些弯头哈，还有一些水管。那最主要我们也用了12个这种，大概是一千多 CC 的那个宝特瓶哈，我们取它的那个上半部哈来做那个做放那个花的那个算是盆子啦哈。啊，各位可以看一下哈，这里面一共有12盆，然后算是蛮壮观的。啊，在这上面你就可以摆上你喜欢的一些花嘛，哈。那其实这个花你也可以随时替代啊。如果说你想再买其他的花回来摆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它拿起来做一个换什么换花的动作哈。像我这个是刚才放的那个，这样放下去哈。假设你的盆子不是非常大的话，你就直接买回来的花盆就直接这样塞下去哈，然后就可以摆上去，就很漂亮了哈。啊，如果说觉得有点盆子太大的话，你也可以把盆子弄掉，塞下去也是 OK 的。那这个看起来的话，就是很比较壮观啦，因为也比较多盆嘛。啊，那这个花其实也没有很贵嘛，啊，各位就是想替换的话，就买一些回来。我是觉得这个，又更好看了哈。那从最简单的，比如好像三盆一个单位啊，后来又变成10盆一个单位，哇，现在是变成12盆这么大座。那如果说家里有庭院的话，摆个一盆应该是不错啊。如果朋友来看的话，一定非常羡慕。这个就是为大家介绍我那个最新型的白色水管做的花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各位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订阅并将它分享出去，可以的话也请帮我按一个赞。我们下回再见哦，拜拜。